过年啊，就一定要吃粽子。哦，你没听错，广西人过年不吃饺子，就吃粽子。年粽就是每个广西人家里面必备的年货，因为啊，它有着年年重的吉祥寓意。哎呀，离开家乡很多年了，也爱上了许多新的美食，可是唯有粽子。 是始终改不掉的吉祥、团圆、美味。虽然啊，比不上奶奶和妈妈当年的水平吧，但是当你剥开粽叶的那一瞬间，吃到里面的馅料，哇，足以慰藉一切乡愁。哇，那滋味儿，绝了都。哦。 烫，好吃。